我打了半血，至少。我操，兄弟！我操，躲这儿呢，没看到他，我刚换了一眼。牛逼了他，没事。我操！我操，这个懂我呀，这只。我在这里盯着的。屋里残血。我操！爸爸来了。他装上波衣了，开车。刚进中间直接停在了。全是门神。我操，有把。操，好我溜了。两把 AOG 是什么搭配呢？老铁。完了。打赢了我们就牛逼。哇！接了一个，傻逼，真觉得自己很厉害啊！小奶狗一只，爱吃肉肉。这把鸡由我来拿下。打呗。只瞄着爆爆头线打，看到没？其他地方我都不乐意打的。这习惯就得。雷神，不好意思。倒了。队友拉右边去了，就拉车那个没死。哥们，你怎么打世界赛呢？哎呦我操，龙哥。不是哥们。完了，感觉你要走。给打世界赛呢，能不能少扔点闪？我就烦这种贴脸扔道具的。兄弟，我以前是不扔，我现在得扔了啊。